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熟悉 TVB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两年有不少老戏骨相继病逝，而他们也都成为了观众心中永远的记忆。至于还健在的老戏骨，他们则成为了 TVB 最大的宝藏。那么如今已经高龄的老戏骨们，他们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一、胡枫。近日90岁高龄的胡枫在红馆开演唱会，再度站上舞台献唱，活力全开，其他一众圈内巨星好友和后辈也纷纷到场支持。此次演唱会能够顺利开唱，中间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不过胡枫精神矍铄，站上舞台之时气场十足，谁也不能想到这是90岁高龄老人能有的状态。他也由此成为了能够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最年长明星，算是刷新了自己的记录。作为主角的胡枫是影视歌三栖发展明星的代表，作为伴随着香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黄金时代艺人，其业务能力也不容小觑。站在舞台上的他穿着华丽西装，现场布置美轮美奂，一连为大家演唱了《红日》等多首经典歌曲，气息稳定，真是宝刀未老。而对于自己能在红馆再度开唱，站上这样一个许多歌手都梦寐以求的舞台，胡枫在演唱会间隙时坦言，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希望自己还能够接着唱下去，更不怕演唱会超时。这样一种对于热爱的坚持，可能也是老一辈艺人身上的风骨所在。二、陈刚。陈刚是知名邵氏导演，和李翰祥、张彻都是同一时期的导演，虽然名气不如他们几个大，但作品质量相当不俗。比如执导的武侠片《十二金牌》《十四女英豪》都曾斩获优等剧情片，另有写实作品《天王》《赌片鼻祖》《赌王大骗局》等经典作品，有着城寨主之美誉。拍戏推崇慢工出细活，据说中间陈刚曾中风过，后来便再也没有消息了，如今已经98岁了。三、古风。和陈刚一样同为邵氏工作，有万能配角之美誉的古风演技老辣，令人慑服，和狄龙、姜大卫合作多次，比如《新独臂刀》里的龙一之，《十三太保》中的李克用等，而且还演过《水浒传》里的宋江。古风在邵氏属于哪里有需要他就到哪里，而且毫无违和感。如果邵氏电影不熟悉的话，那他也是八九十年代港片里的重要配角，比如《刀马旦》中的稽查队队长，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校长，当然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九品芝麻官里的常坤。古风2001年之后宣布淡出演艺圈，此后便鲜少有消息。四、傅奇。入行前傅奇曾是土木工程师，进入演艺圈之后加盟长城电影公司，和长城三公主合作多次，与夏梦合作过《日出》《家人有约》，和陈思思搭档出演《云海玉公园》《美人计》等，与石慧合作《蜜月》《小舞娘》等影片。1954年和石慧成婚，有两女一子，傅明宪既是其女，也就是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郭芙。目前傅奇和石慧夫妇俩在加拿大安享晚年。五、白雪仙。近日老艺术家白雪仙迎来94岁生日，在娱乐圈有着德高望重地位的他，每一年都有很多明星为他庆祝生日，这一年也不例外。曝光的照片中，众星齐聚白雪仙的家。据悉，白雪仙的这套豪宅占地面积达到2000尺，市值超过1亿，相当奢华。为了方便招待客人，他在饭厅摆放了一张超大的圆形饭桌，可以一下子容纳十几个人一起吃饭。尽管不出门，但他的衣着一如既往的讲究，穿着质感很好的名牌服饰，脖子上、手上以及耳朵上戴满珠宝，整个造型贵气十足。白雪仙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江湖人称仙姐，圈内人也喜欢称她九姑娘，和任剑辉是最好的搭档，合称任白。事业辉煌的她，感情生活却很不顺利，至今未婚无儿女，所幸她有很多后辈的关怀，比如陈宝珠、梅雪诗以及谢雪欣等人。六、方艳芬。方艳芬也是一位知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有着花旦黄的美誉，最早拜王九为开山师傅，之后又跟随魏少芳、马世曾等人学习，后来自创方腔，红极一时。
著名唱片曲目有《鸳鸯泪》《红鸾喜》等，当年也参演了不少电影，诸如《董小宛》《洛神》《梁祝恨时》等。2017年，为了表彰其贡献，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七，罗燕青。罗燕青是香港粤语名伶及粤语片红星，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从于丽珍和薛觉先，演过《白发魔女传》里的练霓裳，《碧血剑》中的温仪。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时装乐曲歌舞片的潮流，代表作《悬宫艳史》和《历尽沧桑一美人》备受欢迎。已经91岁的罗燕青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不久前还发生交通意外，留院18日才康复，现时已无大碍。八，谭倩红。谭倩红曾拜粉菊花为师，给花旦皇方艳芬担任过副车。1953年拍摄第一部电影《恨海芳魂》，后续参演过《白发魔女传》《六指琴魔》等影片。1970年息影回归家庭，直到1987年才在朱日红的邀请下复出，参演过《胭脂扣》里的镇宝母亲，《逃学威龙二》中张敏的母亲，以及《雷洛传》《女人四十》等影片。2004年之后就淡出了影视圈。九，周聪。入行前的周聪曾是餐厅服务员，后来在客人的鼓励下进入演艺圈发展。60年代他曾是广影制片公司力捧的小生，出演过大量电影，诸如《苦命女儿》《龙凤剑》《痴情儿女》等，中间曾吸引过一段时间。90年代后期加盟无线电视台，演过不少剧集，比如《创世纪》里罗家良的父亲，吴启华版《倚天屠龙记》里仙风道骨的张三丰，以及《寻秦记》中和夏萍饰演的夫妻。2021年还和谢贤、冯宝宝合作了《杀出个黄昏》，在里面饰演厌世富豪，往那儿一站就是富贵人的气质。十，刘兆明。刘兆明，第一位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香港舞蹈的开拓者之一，行内人尊称明 Sir。 70年代回到香港发展，担任无线电视台的舞蹈主任，1979年被徐克选中出演第一部电影《蝶变》，正式踏进演艺圈。刘兆明拍摄过很多经典影视剧，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出彩的角色，包括《倩女幽魂》中饰演千年树妖姥姥，以及《射雕英雄传》里的一灯大师。事业辉煌的他很早就结婚生娃了，妻子是他最忠实的影迷，多年来给他的演艺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建议，夫妻俩始终恩爱有加，感情好的让人羡慕。2021年妻子不幸去世，刘兆明难过不已。他受访时表示，妻子离开前很放心不下他，还叮嘱他再找一个老伴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听妻子说完后，他下定决心拒绝再娶。丧妻后他感到很孤独，他本来对吃很讲究，现在没有妻子在身边和他共享，再美味的食物也变得没意义，因此他已改吃素。除了饮食，他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甚至对演戏也没那么上心，这几年他慢慢消失在荧幕里。十一，黎轩。黎轩出自电影世家，父亲黎明伟是香港电影之父，黎姿是他的侄女，演过不少剧集，大家颇为熟悉的有《大地恩情》中的七婶，黄元申版的《大侠霍元甲》里的霍母，在《向虎山行》中的荣夫人等。90年代转到无线电视台，最为观众熟知的还是《大时代》里的丁蟹母亲，陈小春版《鹿鼎记》中的郑老夫人。2009年拍完《Only You》只有您就淡出了演艺圈。十二，许碧基。许碧基是香港资深甘草演员，1946年随父母到香港，在电台找了一个配音的工作，后来又成为出道贵境的主持。90年代签约进入无线电视，经常出演一些清洁工、村民、仆人之类的角色，在《真情》《西游记》《难兄难弟》《驼枪师姐》里都有他的身影。比较出圈的一次是在《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中饰演四婆一角，也就是排骨的奶奶。65岁那年原本应该正是他放下一切负担享受人生的时候，没想到36岁的大女儿突发脑中风，丧失了行动能力，丈夫又早早的就已经去世了，她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担，一晃就是19年。
如今已经91岁的许碧姬，虽然工作量减少了很多，但依旧活跃在电视剧里。之前摔伤了腿，身体也不大好了，她休息了1年多，休息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努力练习走路，恢复健康。痊愈之后，她就开始继续拍戏了。就在此前的《逆天奇案》里，她还出演了一个角色。13，夏春秋。夏春秋原名吴锦泉，吴君如的父亲，被誉为东叔、财神、六合彩之父。财神和六合彩之父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主持了很长时间的六合彩节目。至于东叔这个昵称，则是黄沾先生开始叫的。他觉得夏春秋没有东，东叔又有好的寓意，所以就此称呼他了。他早在50年代就开始演电影了，但真正为人熟知的还是和女儿吴君如合作的贺岁片，诸如《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八星报喜》《百星酒店》等。人活一世，生命的长度不能由自己决定，但像老戏骨这样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尽量去做自己觉得正确而有意义的事情，让人生不到最后一刻依旧充满无限的可能，也是另一种探索和圆满。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我们下期再会喽。